我问你们，有没有见到一个身着白衫的青年，长发竖起，额前留着两束发丝的？见到了，只是我告诉你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好处？可以啊，你凑过来一点，我告诉你。你们谁知道，我给你们的报酬就是留下你们的命。见过，他自称是慕云，杀了韩玉，离开了。往哪里走了？那边。很好。这次必须取他性命。走。副公主，哦，还有老熟人。五年前在南域，允儿正是跟在这云圣使旁边。玄月圣地有十位圣使，个个都是异常强大。银，副公主，韩玉被杀了，怎么回事？那宋剑被慕云侵入，韩云少爷去调解，结果那慕云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将韩云师兄杀了。哼，慕云此子，先前击杀我九寒天宫少公主韩天宇，现在居然又杀我弟子，我看他血盟是不想存在了。韩云公主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是否过于武断了？慕云乃是血盟盟主，不至于为了这么点事儿杀了你九寒天宫的弟子。少圣女，我知道你与那慕云不清不楚，这五年来没少到血盟去，恐怕早就成了他的女人。韩秋人，你少胡说八道。哼，少圣女还是冰清玉洁之身，这件事情少圣女自己说了可不算，若不然秋人可以给少圣女检查一些。云圣使何必动怒？秋人只是开玩笑吧。现在似乎不是争吵的时候。这殿宇看起来普通，可是上面的禁制，唯有我们联手才能够破开，还需我们一起去查探。哼，管好你弟子，贪图口舌之力，容易没命。大家一起闭眼，感受阵法禁制。这殿宇被一座大阵包裹，若众人合计一处，遇强则强，需要多人攻击不同处。原来如此，所有人在不同方位全力攻击大殿阵法，若遇反噬之力，立刻停手。哦，不愧是您，这么快就有了破解之法，要是其他人可能十天半月都没法子呢。这阵子只要找到阵营就行。动，门开了，冲啊！这回了。不可乱冲，这肯定是触怒了神明禁制。回来一起攻击。
说我，你别这样。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一会儿万一你们玄月圣地和我们九寒天宫的人打起来了，你可怎么办呀？别浪的神，陆神，师兄很急。不要吧，师兄。陆师妹，别墨迹了。等会寒玉师兄发现我不在就糟了，让我亲一口。师妹，我就喜欢你这味儿。变态。该死，装神弄鬼，老子宰了你。这地方是我先到的。小子，耽误我的好事，我也不杀你。老子是九寒天宫核心弟子宋剑，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头，此事就算了了。宋剑，你不是改邪犯吧？不如我家那两个。臭小子，眼睛往哪看呢？再看老子的女人，小心老子挖了你的双眼。你的女人是一颗中品圣丹换来的？你找死！无知！你是谁？慕云。血蒙蒙主慕云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就滚。就是他。你就是慕云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好你个慕云，杀我九寒天宫的人还敢在我韩玉面前承认你的身份，你可真是大胆。九寒天宫？你说的是韩天宇？你简直太猖狂了，竟敢杀了天宇师兄，还敢轻视九寒天宫第一天才韩玉师兄。慕云，你简直找死。九寒天宫只要是个人都是第一天才？找死。放过你的，此行结束，你血盟将消失在整个三千小世界内。到时候我就好好疼爱你的妻子，就像这样。你们九寒天宫领头的是谁？是韩玉副公主。你可知道韩玉口中所说的是什么？我只是听到韩玉师兄说什么血禁计划是玄空山发起，我其他不知道啊。快告诉副公主，韩玉死了，被慕云杀死了。是。
木云，老夫等你很久了。就你一人，那死吧。你。空间之力。臭小子，怎么不跑了？哼，凭你？臭小子，我就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石家的斗战石铠更硬。什么鬼？斗圣传！不，石真防御太强，但凡是练体术，必有破绽。羽仙境六重不死之身，在我面前弱得和鸡一样，我站着不动让你打。居然在这里，这地方不好下手啊。哼，暮云，现在还有什么手段吗？虚仙器在你手中简直是暴殄天物，拿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哎，满地伤。滋味如何呀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命门所在？你卑鄙！死吧！龙眼已到手，这地方怕是要倒塌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大的震动，时针呢？时针机器没了，他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是暮云？还是先离开这里。出来了，穆仙王，每次都挺狼狈的哟。仙王是我的前世，并没有继承修为。今世轮回，只为突破桎梏。就算你重新开始，在我的指导下，也应该冲击无敌手才对呀。需要赶紧调息恢复了。你现在万古血典已经到了第三大层了，赶快恢复吧。